赏赐。你的血洁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够资格能够坦然
如今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来受领旨，来得连队得安队，好，主耶稣，祝福今天的弟弟，满面里的说话，再次向你说话，我们用敞开的脸，来与那里连接调和，能够平行而解，有七个坚强的脸，交换在我们中间，好，主耶稣，今天的弟弟，仰望你的带领。跟所有的众大会都能够欢喜的碰着继续的往前，那么谢谢你，一切荣耀归给你。对，赞美你，给我们看到桌上的小弟之物，让我们再重温你对我们的爱，让你想着爱着我们，让我们这边的罪人能够做成为神的儿子，让我们做成你的身体，让我们的地方来彰显你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居所，永远的目标，要把你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居所，我们敬拜你，满满的喜乐，在这个主日的早晨，今天的早会，我们在你的名杯面前，尊你发杯，因为我们纪念你，为我们所成就百里的救赎，赐给我们永远的胜利。盛装你的器皿，我们更多的能够吃你喝你，也更加享受你自己，赞美我们的主。再唱第五节。
求你们祝福我们。